八块腹肌，一块一个名字，真有你的。够敢才给力，采访变综艺。你好明星，你好射手座，同道大叔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No， 我这个人来得快去得也快，那非常快我就出来了。所有的烦恼说拜拜。射手座原来就是骗感情可以，骗钱 No 骗感情也不行，我真的是这样。射手座嘴甜吗？ No。 那如果生活中遇到像温客行一样嘴甜的人，你下一个？戏不闻烈女怕缠郎。离我远点。射手座的差别对待真的很明显。好像有一点吧，对自己喜欢的人就比较上心。看着大家因为其实光朋友圈分组就有5-6个。没有，我没有分组。分组多累啊，为什么要分组？你发个朋友圈不是想让大家都看见吗？除非是我妈看不得的东西。花心是射手座都想撕掉的。对，花什么心啊，我这人很专一的。感情上虽然也没有什么感情，工作也很专一，我们对什么都很专一。我要为射手座强烈辩解，射手就是射手座，最自由的射手座。热度和你预期的差别大吗？挺大的，没想到有这么高，一天涨0.3，涨0.1分，我就在朋友圈发一条，我发了两条，又涨了一分。当天晚上我都不好意思刷屏了，我跟制片人说姐，我不发了。不是说你戏播出之后会看评价吗？有看到什么让你比较？哎嘿，很开心，这次骂我的人少了好多，褒义比较多，对我的认可比较多。我不知道是有粉丝滤镜还是怎么着，但是我都还是挺开心的。你这次能播吗？这不是太见外了，太会撩。我觉得他还挺好的，因为原著就是这样的人物嘛，我得还原他嘛，是不是？那我如果我觉得他都骚了，那他不就不是原著了吗？温客行勇夺第一，最有可能是什么比赛？不许欺负他。川剧变脸比赛。除了你的发财手机壳，你还为你的发财事业做了哪些努力？你在做什么？拜佛。不瞒你说，我山河令开播之前我拜了两次佛。我觉得因为南海观拜的那次，我不管那个观音哈他是什么求子的也好，我许愿之后他滴了蜡在我的身上，我觉得他对就成真了。拜完之后他们告诉我求姻缘非常灵，但我没有求姻缘，我求的就是山河令播的好，然后赚钱。哦，说出来了还灵吗？现在？现在很好啊。OK， 那我要去还愿了。听说南京的鸡鸣寺也很灵，我也去拜了。转发这个龚俊就可以和我一样。转发这个龚俊可以和我一样快乐赚钱。这截图不是只有4个人吗？那你现在扩张几个？5个人。我们工作室来了一位唯一的男同学，因为之前都是女生，然后我在机场呢就必须得自己拿行李，这次有男生可以帮我拿行李了。除了你自己还有几个人这样的微博账号？所有都是我自己管理，他们要过，我不想让他们拿。财富密码得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打游戏打得烂但是脾气很好，和打游戏打得好但嘴很臭，哪个会让你更想拉黑？第一个，我要段位高的高手，我不要打得菜的。我不瞒你说，打游戏我真的如果遇到坑的队友我是会开麦的，也不是说会太狠，就真的很生气。明明我拿到了 FMVP， 为什么要让我承受这样的队友？而且春节，哎呦，那盘位哦，真的惨不忍睹。如果在热搜上看到龚俊腹肌预测评论，你会说什么？哇塞，哇，哥哥好棒。赚钱呀、啊。麦吧。我之前大学同学出去唱歌，我比较爱抢麦，大家都唱的比较烂，这有什么？互相伤害。希望你们耳朵买了保险。求原谅的时候撒娇哭发红包，哪个对你杀伤力更大？发红包发红，这有点。选个最高级吧，哭吧。那你可以接受撒娇上线是吗？也还好，就是在那个范围值不要太过了。明星迎接榜单挑战，视情况分别举牌，无感和认怂，认怂超过2次即认证为怂王。行，来吧。预测一下今年可以接到几个代言？100个。敢不敢吐槽一下第四颜值的人？虽然内心很不屑，但 diss 就 diss 吧， diss 那不就别人的粉丝吗？开心就好，你粉谁都行。给你的腹肌起一个名字，
八块腹肌。一块一个名字。一块一个名字，真有你的。努力，持之以恒，刻苦，三分练，七分吃，完美。用你画我猜的方式对屏幕前的粉丝比划一句情话。这是怎么比啊？天哪，横店太恐怖了！我之前古装都是象山，没人拍过我。我不知道拍《山河令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代拍，挡都挡不住，360度无死角，看得到我都会去取出来。想要好玩、好准、好犀利的新作，就看同道大叔。我们的《山河令》正在优酷的宠爱剧场热播，请大家多多关注。你是我一个 S 的光。